喺河北，第二轮核酸检测正系进行紧，咁社区内嘅工作人员每日工作超过16个钟头。戴上身份证，戴上口罩，一单元一单元下来了，楼下集合，核酸检测。石家庄呢个社区每日朝早8点开始检测，社区工作人员喺清晨5点就要开始做准备工作。检测人员除咗喺检测点检测之外，仲要为行动不便嘅人士上门采样，到晚上10点先至能够结束一日嘅工作。反正能坚持下来就行，就是腰疼，就是站的时间长。站好是一般的，都是为咱们小区自己人服务呢。明天继续按照我们第一次入户的那个，然后再比对一下今天的这些，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落下的户数、落下的人数，必须一个不落。喺天津验出新型肺炎病毒阳性，当局正追寻零售去向。涉疫嘅雪糕一共生产4836箱，其中1812箱发往全国销售，而售往天津嘅935箱之中，只有65箱流入本地市场。当局正追查销售路线。涉疫企业的相关员工已经进行核酸检测，完成检测的700人结果都是阴性。有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。